知，我们现在的现场是小明星大跟班的除夕彩排时间，是非常精彩的，因为今天我们所遇的节目会在我们的除夕的小明星大跟班与大家见面。第一个我们看到艺人就是果然是宝刀未老的我们的包大哥。我刚刚私底下有偷偷问他，就是关于这个踢踏舞，因为刚刚很厉害，踢脚踢得非常厉害的这个踢踏舞练了多久？他跟我说一个钟头。天哪，一个钟头哎！我不知道包大哥几岁了啦，但是还是可以看出点岁月的痕迹。这真的是太辛苦他了吧？而且在中间的过程是，是因为他现在只是彩排。他到正式的表演的时候会有就是劈腿的动作，就是我们经典的跑跑跑向前跑的这个部分，经典的动作会重新呈现给大家看，然后再加上结合这一次的踢踏舞，他说包含跟老师对音乐啊什么什么学东西，加起来是两个钟头，两个钟头可以很完整的一个表演呢，非常厉害。今天小明星大跟班已经满三周年咯，三周年的小明星大跟班又会独家推出什么样的献礼给大家，请大家期待一下下午。
还有一拍吗？还有一个，还有吗？没有了，还有四，要四四要了，要了对不对？不要，还有什么事吗？还一拍。对，我们刚刚那样就好，我们早上把它切掉。给曹大哥一杯水。你把它切掉吧，因为他们怎么办？不是，还有尾巴，后面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这个过来，然后啪停住了。同意他们三只麦友的话，先给他们哦。好，那我们跟着音乐来一次哦。好来，好来，来哦，来向倒数，五、四、三、二。是我的年猪年，我刚好满60岁，猪年呢，1959啊。请问你下次还会来小明星大跟班吗？嗯，本来是高难度，还把我抛出去。我说，你不要把60岁的骨头给抛坏了吧，我吓死我了。有点困难，我连续练了2天呢。两天而已就练成这样子，没有没有，还是有点难。有些动作其实我很想做，但是我想到我的年龄哦。你有没有最想做的？碍于年纪以外，最想做的动作？做的动作就是说，我想趴在那边给他背过去啊。先中提琴，然后最边。但我有点怕。好牺牲哦。因为我觉得除夕嘛，大家开心嘛，跟大家拜年。真的，我们刚刚观众已经就是直击到非常多精彩的彩排内容了。曹大哥，你有没有视野要干掉谁？当然还有谁，就是我的死对头啊！还有谁？跑跑跑！不要再跑了，烦死了！那他跳踢踏舞，你有偷看到吗？还好吧，我觉得我们比较精彩啊！我觉得我们比较精彩啊！你们非常的吓人。当然 ，of course， 人家是冠军呢，开玩笑，他们的什么踢踏舞哪里的？没有习惯的问题。哪里的？
是不是？我们 from 嘉义 ，OK。嘉义的冠军队，嘉义的冠军队伍，当然当然。小明星大哥们今天来三周年了，哇，三年了。啊，对啊，哦，时间过很快，好快好快，真的好快。恭喜一下小明星大哥们，恭喜恭喜，希望宪哥跟 Cindy 对不对？今年度2019年再添一座金钟奖，对不对？最佳节目主持人，最佳节目。然后呢，这首歌到最重要，恭喜恭喜。然后当然，今天这个看到这个彩排节目会在我们小明星大哥们的除夕特别节目播出给大家看，没错，帮我们拜个年吧。好，先祝福大家金猪年，今年猪年了，希望大家都能够跟猪一样吧，很快乐，不要有烦恼。OK， 加油加油。确认一下。那最后小妹有一个奇怪的请求，嗯、我可以现场听你骂我丑八怪吗？然后我请丑八怪，丑死了！你要讲那句话，你不喜欢看到我，你不喜欢看到我，那我就说我更讨厌看到我们俩就一起丑八怪。好，来一起来。你不喜欢看到我，我更讨厌看到你丑八怪。谢谢大家。